大宇桥今天好玩吗？之前对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完全啊！今天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对你今天到底做了什么？蛮轻松的，因为之前讲荣来很累，我觉得有点小担心。但是荣本人有认真在帮我们负责我们的一些业务。对，我看起来没有不认真。来，请看回放。你也知道，我想要到这边来，要买东西的，好可爱哦！两边，买东西排这边。好乱哦，我先休息一下。没关系，你先休息一下。下一位。哇，你拿这个来换哦，这是全新的吗？蜜饯番茄，是吗？好吃哦。这之前有用过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像奶嘴番茄，不用钱，免费试吃不用钱。两块100，有情人果，然后这个是。你很自在呢，哈。你吃得开心吗？我想要喝东西，你们有卖喝的吗？啊，这个是外国人取的名字，对啊，很好听。对，这很好听。还有新竹的辣椒，怎么多两个？没有，他就是坐在那里啊，他就是俨然成为一个活招牌的坐在那边啊。不过他今天有认真的，就是先试吃了所有的他带来的商品，所以他来的时候是有点那个怎么讲，full coma，对，然后有点吃太饱了，想睡，想睡这样，也很符合我们的节目精神，嗯。因为他，你知道他今天就是在那个试吃那个马吉吃了5-6颗吧，就开始犯困，来这边就已经吃了吃太饱了，哎，这也是职业伤害啊，职业伤害，你是要吃5颗马吉。那时候一到你们那个一堆小朋友，我是真的有点吓到。对呀，不要说又犯困，我们也吓到。嗯，对啊，对，我都吓到。我觉得很好玩，是认真，真的哈。你们还要再来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想到你们是真的在认真卖东西。所以你本来觉得我们怎么样？就是装装样式。我没有想到你们这么认真在所谓的营业额，营业哦，他又在一直寄东西，他很计较，他很计较，我连喝两罐汽水他都要一直叫我寄，对，怎么会有这么认真这样？因为小众，因为我不是因为你没有算那个数量，最后盘点我们会整个对啊，钱都会对不上啊，还是得算，可以不跟你收钱，但那个数量我们每个人都分工了，就是谁在意什么事情，就你这个就要他去负责。我有被你们的认真吓到，我本来以为只是来跟大家聊聊天，我也本来以为你是来聊，你也是这样，我以为就是来就聊聊天，拍一些可能一些素材。没有，我们也是真的也是有边聊聊天边认真。好了，实不相瞒，我们三个人接着主持的时候，本来也是以为来聊聊天。到底是谁开始认真起来的？对啊，到底是谁？